请问你，半个月以后回来了，有什么想给大家说的吗？好多粉丝宝宝都想你了。我很想你，想大家，但是回家去学习学习。学习什么去了？学习的，人家现在你看每天都在更新一些新东西，学一学，给大家能做点好好看的。嗯，然后给大家看一下啊，现在今天晚上我们五个人忙到了凌晨1:50。两点。嗯，第一天你今天下午我开车过来，然后今天就让你忙到这么晚，请问你有什么想法吗？我啥没有想法，我腰疼的厉害。要不给你叠两个大腰子给你补一下。啊，腰疼的。你刚刚请你吃又一大。刚刚吃那东西，不是吃不饱，没有吃饱。那还烤羊腿不是没有一烤羊腿，等烤羊腿了。你想吃烤羊腿吗？啊，我看你这腿还是可以的。哎，那个说啥呀？婀娜多姿呀。婀娜多姿。哈哈哈哈哈。性感。难道这不性感吗？我的天。哎，你有什么想给小伙伴们说的？忙得这么晚。哎呀，没有啥说，反正都是不容易，人生不易，但是你看咱们也辛苦，他们也不容易，他们也辛苦，但是他们喜欢这个东西。我说那玩意又不让说啊，不是直播可以说啊。嗯，可以说。喜欢就是以后多多交流，相互交流，相互学习，完了你们喜欢上，俺宁帮你们找到，我给你做好，故意给你做好，做到你们满意。如果不满意呢？当然不满意，我保证叫我满意。天哪，我做那东西哪有不满意？但是如果不满意的话怎么样？谁敢不满意？你看你老公在工地上，你敢说谁说不敢不满意？谁敢不满意？我们五个人从10点忙到现在，然后23位客户的东西，我眼睛都熬红了。不行了不行了，好多小伙伴天天在评论区留言说想念你李大师了。真的吗？你们想念这个人干嘛啊？这个人你看长得又丑啊，长得肚子还大，这个，然后头还秃。哎呀，我一无是处一个人。一无是处这个人，大家想他干什么？好了，关注我，我是阿宁。勇闯天涯的日子我们彼此陪伴。他现在超想睡觉了。好了好了，拜拜，小伙伴们。